由 B 菌伯克氏菌引起的疾病的拉丁文名称为 Pseudomonaliosis hamarus 或 Pseudomonaliosis hamarus。 Hamarus 是拉丁语名词 hamarus 的属格形式，意思是锤子病或锁骨病。 B 菌伯克氏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双极蓄氧细菌，是伯克氏菌属的人类和动物病原体，会引起腺炎。这种疾病的拉丁名称 hamarus 来自于引起该疾病的物种名称，它与类鼻疽杆菌密切相关。根据多位点序列分类，它是类鼻疽杆菌的亚种。鼻疽杆菌是透过选择性减少和删除鼻疽杆菌基因组而从拟鼻疽杆菌演化而来的。鼻疽伯克氏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双极蓄氧细菌，是伯克氏菌属的人类和动物病原体，会引起腺炎。这种疾病的拉丁名称 hamarus 来自于引起该疾病的物种名称，它与类鼻疽杆菌密切相关。根据多位点序列分类，它是类鼻疽杆菌的亚种。鼻疽杆菌是透过选择性减少和删除鼻疽杆菌基因组而从拟鼻疽杆菌演化而来的。鼻疽伯克氏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双极蓄氧细菌，是伯克氏菌属的人类和动物病原体，会引起腺炎。这种疾病的拉丁名称 hamarus 来自于引起该疾病的物种名称，它与类鼻疽杆菌密切相关。根据多位点序列分类，它是类鼻疽杆菌的亚种。鼻疽杆菌是透过选择性减少和删除鼻疽杆菌基因组而从拟鼻疽杆菌演化而来的。鼻疽伯克氏菌在运动性方面不同于鼻疽伯克氏菌和其他属的成员，与伪鼻疽杆菌和其他属的成员不同，鼻疽杆菌是不能运动的，其形状为球菌状，长约 1.5 到 3.0 微米，直径 0.5 到 1.0 微米，尖端为圆形。然而 B